会的口号是什么呀？我运动，我快乐。嗯，说得真好，我运动，我快乐。希望我们通过运动能够强壮我们的身体，天天快乐。现在我宣布世纪苑樱桃子幼儿园我运动我快乐冬季运动会正式开始，请护旗手、升旗手还有我们的运动员入场。